领导说辛苦了该怎么回？低情商才说不辛苦，怎么回才显情商高？情景一，你正辛苦完成一个任务，领导对你说辛苦了，对你的工作很认可，你正确回答，应该的，谢谢领导关心。情景二，偶遇的情况下，领导对你说辛苦了，只是客套话，你可以回答，还行，领导更辛苦。情景三，领导对你的工作不满，只说一句辛苦了，你正确回答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